大家好，我是小杨哥哈，我身后啊是真正的双血统哈士奇啊，咱今天就给老板盘一盘，以后有要哈士奇的哈，咱上这家去拿哈士奇去。这个老板我也认识，和我是隔壁一个村的哈，离得比较近，也比较靠谱。来看看他家的双血统哈士奇，来。哎呦，来看一下这边的双血统哈士奇，咱打眼一看啊，这都是正宗的双血统哈士奇。一般市场上很少见哈，这是绝对真正的哈士奇双血统的哈，如假包换。老板，这是几个月了？我看他月份不小了。我三个半月。三个半月。两个半月。都打几针疫苗了？都打三针。都打三针了？啊？不打三针不卖。啊，不打三针疫苗不在市场上来卖。你把那个抱来看看行吗？这个连盖干净了哈。真正的双血统哈士奇。也不是蓝眼眼哈，不是双眼瞳的，基本上很少出蓝眼。双眼瞳的很少出蓝眼。对，蓝眼叫。这是啥价了？这个2200。2200有点贵，咱说实话，咱市场上平常哈士奇都800左右。一分钱一分货，对吧？一分钱这样逼，对吧？这是今天的真金假金，哎，瞎请，那能飘起来了。我今天能搭配带进来的吗？行，这个是不能，那个呢？那个也好看。那个三个半月了。三个半月了，工人没了。没了。这都是母的白色，这个是公，这公的好看啊，这个跟狼样。母的干干去了。我看那个电影，跟这个哈士奇长怪像了，跟那个哈士奇啊。你仔细看大狗，你看《暮光之城》里面那个狼。暮光之城。啊，是不是、啊、是不是跟他有点像，有点像。好吧。你也有那个黑色的吧，红色的有吧？俺家，我跟你说，别的不敢吹牛逼，这一个县城没有俺家哈士奇在全颜色。吧是吧？俺家有梦幻红、棕红、梦幻灰，还有烟灰，还有黑色。2200忒贵了，我2200忒贵了，价格合适的。你也知道我卖够厉害，以后你卖够厉害呀，要不然我都你给我说个一口价多少，我以后上你家去拿去。一口价这样吧，1000行吗？还是有点高呀。三针疫苗打完，对吧？三针疫苗打完，你能保多少天吗？我。这样跟你说，我给你保营期，你经常来卖个狗，你卖的也多，我就给你保营期。所有从你这买的客户啊，我都给你保营期。我买你家的哈士奇，对，你保客户十到狗一个营期。对，我只给你保啊。有细小有全文，你保配是吧？对，细小全文到家之后的一营期之内，细小全文都算我的。靠谱，这个老板绝对靠谱，别的那些老板都不敢这样保。你知道因为啥吧？啊，我自家的狗我配我有，对吧？啊，对。我家里养好几十条。我说实话，你到家出事，我有那么多狗，我陪你一个又能咋着？对，这个老板有这一点，我非常给你点赞。我要是想卖的话，咱还是再有一个要求，就是你价格再给我低点，我都经常去卖那家哈士奇去。要求了售后，要求了价格。价格再低点，1800有点高。这样吧，啊，一不到位多少？1600。啊，保一个星期是吧？保一个星期。疫苗都做齐了。三针疫苗，我不做三针，我不敢给你保呀。对他不做三针疫苗，他也不在市场上过来啊。来看看有没有喜欢这哈士奇的啊？保证纯种的双血统哈士奇啊，骨量、毛色都特别漂亮啊。哎呦，正常的普通的，它不会长这毛色，不会有这种双层毛。不会有双层毛的哈，它还倒毛呗？啊，倒，这是属于胎毛。说实话哈，好多粉丝找我要哈士奇，都要那种700-800的哈。但是尤其是这种颜色双血统的哈，它不是双蓝眼，但是它的品相长得特别好。那个反正不能是那家当家重工呀。这个它只能排第七八位的。排第七八名的哈，有机会啊。年轻没见过世面出来溜达。年轻没见过世面啊，有机会只要有粉丝要哈士奇，我上你家去啊。他说最少1600。到时候要真正拿的话，估计老板还能再小刀一下哈，还保一个礼拜。他家的狗质量绝对让大家能信得过哈，咱这边都录着像了哈，别到时候再打3-8再吵架。你放心吧，我既然敢说这个话，我就敢保这个东西。好嘞，那行，哈士奇看看有没有喜欢的，还是双血统的。哎，只有双血统是这种颜色不？对你正常烟灰色，它不会是这种颜色。那个黑色也没有双血统的吧？有，但是也是跟普通的不一样呗。是我很少见双血统的哈士奇，也很少卖。如果有喜欢的话，咱以后拿哈士奇多花点钱，让人老板给咱包最好，咱上他家拿哈士奇去哈。来，咱今天就到这里哈。哈士奇真不能玩哈，
来关注一下啊。